那个时候你不在学校上课，你跑到这来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晨曦的脚踏车吗？他可不可能被车撞了，然后被他送到医院去了？嘉俊要是变得跟他们一样就毁了，这孩子。陈文辉应该在里面。那我们要冲进去找人。中天综合台全新戏剧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《这些年那些事》。